快看，这个我认识，命运神像。你看，底座童子手中这根红线，传说能开启命运之门。老子的命运就靠这破玩意儿开启？小心！真的不动了。
没什么用啊！我引开他们，你们赶紧过门，我再绕圈回来。不行，他们速度太快了，你绕不回来的。那让我来吧，我不想再往前走了。 十二生肖嘛，用你说，这能代表什么呀？无知。一竖坎来，二竖坤，三震四巽数中分，五竖中宫六乾巳，七对八艮九离门。乾为马，坤为牛，震为龙。 坎为猪，这十二生肖可是完全对应八卦四象，而八卦中生门对应艮，艮为狗，所以答案就在狗。你到底做什么了？我啥也没干呐。 西风口，这里就像一个巨大的风箱，中间的柱子就是轴承。圆柱上的轴承一共有两根，当齿轮转动时，带动单个轴承运转，引起半侧圆形墙外吸风扇的机械运动。外圈的吸风扇透过墙面的口，可以把任何物体吸入铁丝。
什么情况啊？结束，抓紧柱子。